大王，炎帝部族偷袭兵士全部捕获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不可。大王，我们与炎帝部族数次交战，每次都是我们打赢，每次您都放了他们，这次不能再放了，要给死去的将士一个交代。我说过要感念炎帝的恩德，不能轻易杀他的后人，可死去的也是我们的族人，兄弟们都在征战中死去，大王不能让他们白死，杀了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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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口，住手！我是炎帝部族的王，你可以杀我，但请放了我的族人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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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。轻骑，放了他们。大王，神农氏世衰，各诸侯相争，暴虐百姓，使生民陷入战乱，饱受苦难。你我两族本就是一家人，本应同心同德。如今各部族相争，早已不复当年盛况。我数次交战，也是为了能够再次实现天下一统，民生安定。我族善战，你族善耕，只要两族一统，就可安定天下，百姓就能免于战乱。好，自今日起，我炎帝部族与黄帝部族同归一体。同归一体。炎黄联盟，共为天下安定。听从大王。此乃《史记》之开篇，记载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生平。四千多年前，炎黄合体，诸侯并存，开创了民族融合、安定一统的上古秩序。此后，全世界华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炎黄子孙。这个名字，千年不改，万年不变。